房山呢历史文化悠久，我们的驻馆艺术家对房山的山山水水也是情有独钟。我们每年也会在不同的时节组织艺术家进房山去写生，用他们的画笔来诠释咱们房山的山水风光。这个展览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同风格的艺术家，不同画种的艺术家在这里进行对话。这种对话的形式就是用作品之间相互交流，在不同的风格、不同的画法、不同的题材以及不同的画种当中，各自寻找对方的美，也各自感悟如何来吸取他人之长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